约书亚死后，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：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，与他们争战？耶和华说：犹大当先上去，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。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：请你同我到尖沟所得之地去，好与迦南人争战，以后我也同你到你所尖沟所得之地去。于是西缅与他同去，犹大就上去，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。他们在比色击杀了一万人，又在那里遇见阿多尼比色，与他争战，杀败迦南人和比利洗人。阿多尼比色逃跑，他们追赶，拿住他，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。阿多尼比色说：从前有70个王，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，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，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。于是他们将阿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，他就死在那里。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，将城攻取，用刀杀了城内的人，并且放火烧城。后来犹大人下去与住山地、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争战，犹大人去攻击住西伯伦的迦南人，杀了士色、阿希曼、塔买。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阿巴，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，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。加勒说：谁能攻打基列西弗，将城夺取，我就把我女儿押撒给他为妻。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列夺取了那城，加勒就把女儿押撒给他为妻。押撒过门的时候，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。押撒一下路，加勒问他说：你要什么？他说：求你赐给我，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，求你也给我水泉。加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。摩西的内兄是基利人，他的子孙和犹大人一同来了棕树城，往阿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，就住在民中。犹大和他哥哥西缅同去，击杀了住洗法的迦南人，将城进行毁灭，那城的名便叫亚尔玛。犹大又取了加撒和加撒的四境、亚实基伦和亚实基伦的四境、以格伦和以格伦的四境。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，耶和华与他们同在。约瑟家打发人去窥探伯特利，那城起先名叫路斯。窥探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，就对他说：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我们，我们必恩待你。那人将进城的路指示他们，他们就用刀击杀了城中的居民，但将那人和他全家放去。那人往客人之地去，筑了一座城，起名叫路斯，那城到如今还叫这名。马拿西没有赶出白善和属白善乡村的居民，他纳和属他纳乡村的居民，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，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，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。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，及至以色列强盛了，就使迦南人做苦工，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。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，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，在以法莲中间。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哈拿拉的居民，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布伦中间，成了服苦的人。亚切没有赶出亚柯和西顿的居民，亚克拉和亚格色的居民，黑巴、
阿费格与利合的居民。Thank you.